好的一个人，我实在看不下去。姐啊，我怎么在医院啊？可不，这就是医院了。我得回家，我把圆圆托付给隔壁邻居了，他肯定还在等我呢。哎呀，孩子，我的活祖宗呢？什么时候你还想着他？小念都把他哄睡了啊，你想着，你放一万个心啊，孩子，有姐姐在。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啊！姐，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啊？就像沙袋一样，那么虚弱。梅花，干什么？你们也有脸来？你们还没欺负够？你真是没良心、没缺德透顶的东西！哎。金甲头发，我问你，梅花平时对你怎么样啊？她是怎么伺候你，怎么孝敬你的？你好好讲讲。你这居然为了一个孙子置她于不顾，你做得出来？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欢迎你们啊！你们走，赶紧走，走！姐，别说了，等她好歹再说啊！赶紧走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你们多在这待一分钟，就对她的健康不利。走，赶紧走，你都看。说了，妈，您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您回去吧，我没事了。明华，妈真是没脸见你。妈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解释的。他真是鬼附上了身，为了孙子居然做出这种事情，居然去见那个狐狸精。妈对不起你，妈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？梅花，妈对不起你，妈对不起你，求求你原谅妈好不好？妈对不起。妈，妈，妈，您不用跟我道歉。理解，特别理解。我只是有点累了，你走吧。我，无意，快带着妈走啊！梅花，我那。妈，你走吧。梅花，好好的一个人啊，好好的一个人，让你们给折磨成这样，你们俩还有脸来啊？你们母子俩是那脸皮比城墙还厚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们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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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走。梅花，你多保重，到时候妈再来看你啊。走。鳄鱼的眼泪，赶紧跟我走，不要扭头了，赶紧消失，丧气。姐，你也回去吧。我回去啊。有一些事情我想好好考虑考虑。你想，你想什么？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我明白了今后的路该怎么走。是时候该做个决定了。那好，那我先回去啊，明天一早过来看你啊，你好好的，你让我放心啊。别
前这种情况是不可以坐着，只能躺下，你一定要保持平静。你快点躺下，我帮你打针。我不需要打针了，因为从现在开始都不会有烦心事了。想好了吗？那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个律师。你已经帮我约好了吗？不用约，她是我的表姐，一定会好好帮你的。